沿岭间飞向邓布利多终于接近了。贝尔蒙在17岁时和一群同学辗转完全抵达后，他还寄了一张照片给身在北京的母亲，能早日回古城的家团聚。然而他未曾想的是，这一别竟是几十年。直到一位好心人把照片带回来，母女两人才重新取得联系。就别重逢期间，心酸难以抑制。相见的一刻，让飞翔。只要有家存在的地方，才唯一只有。